在家也可以喝到的黑芝麻奶盖拿铁，杯中少量冰块，不放也可以。之后加牛奶，牛奶七分满，再倒入浓缩咖啡30毫升，再倒入黑芝麻酱的奶油，加了黑芝麻酱的奶油，微微打发以后倒入就可以。这就是甜品店的同款，现在你不用去餐厅就可以在家喝到。最后再加上你喜欢吃的小零食、小饼干、小麦片脆，各种你喜欢的都可以，特别好吃，特别好喝。